请黄有福老师帮我们测字占卜，未来一个月我可以活得精彩吗？好，活得精彩。我们的字面是放胆的去追寻，请从这四个字里面选一个字来测看看。观众朋友，你是不是选好了？我们现在来开讲，就从放开始，是笃林选的。或者观众朋友，如果也是放这个字的话，答案是什么呢？行事有方，敢做敢当。这当然是指什么呢？当然在工作上面活得很精彩啊，80分。哇！你看这个方，又直接就行事有方的方嘛。这边敢做敢的这个字都是在出现在这里了。好，我们要跳过去看一下寻。好，寻是静文选的。或者观众朋友，你是选这一个寻的话，答案是什么呢？答案是智慧养生，健康长寿。赞哦！这当然不错啦，是健康方面、身体方面活得很精彩，90分。哇，非常好。下面我们看一下追，追是燕婷选的。还有观众朋友也是这个追的话，答案是美女帅哥竞相邀约。这下子好了，你的感情方面活得非常精彩，70分。好，最后是胆，胆是雨莎，还有两位老师。理财前瞻，每月大赚。哇，你看这月是每个月的月，这边是前瞻的瞻啊，所以是钱财方面100分。恭喜恭喜恭喜。